4日下午，在首尔时代广场举行了 TVN 综艺节目《新西游记》第三季的制作发表会。第三季是由姜虎东、李秀根、殷志源、安宰贤加上新成员 Super Junior 圭贤、 Winner 宋明浩六人组成的一档旅游型爆笑真人秀节目。据悉，六人于去年11月29日上午结束了在中国桂林为期6天5夜的拍摄行程，返回了韩国。桂林风景秀丽，是备受旅客们喜爱的旅游胜地，所以这次的旅程也备受观众们的期待。另外，这次新加入的圭贤作为访谈节目 Radio Star MC 展现了出色的口才，宋明浩也以满分才气受到圈内认证。此次两人的加盟将为新一季节目增添怎样的新鲜元素，令人期待。新西游记第三季将在 TVN 电视台1月8日晚间9:20首播。圭贤和宋明浩分别是 SM 和 YG 娱乐公司的所属艺人。当被问到在节目中两大娱乐公司艺人相见的感想，宋明浩表示：캐스팅이됐다고얘기를들었을때뭐규현이형얘기를들었을때 SM 과 YG 가만나구나라고는생각을못했던것같고요그냥제가워낙또팀위너제가속해있는그룹자체가예능활동도많이안해보고그래서일단긴장을좀많이했던것같아요처음에근데또너무형님들도마음편하게해주시고이끌어주셔서즐겁게잘촬영했고요 SMYG 그런거없이참사이좋습니다좋은것같습니다 네감사합니다 죄송합니다当被问到出演《新西游记》的感想时，圭贤说：저도《신서유》굉장한애청자로서왜퀴즈왜틀리지저거저쉬운거를뭐이런생각을했었어요아니저거왜몰라구구단을왜못하고왜시시비비그왜그걸모르지막생각을했었는데와저도교육자집안에서자라서30년간정말제가뇌생남이라고생각했고나는머리가그래도좀평균이상이야라는생각으로살았었는데이번프로그램하면서정말연예계를떠나고싶다라는생각이잠깐들정도로정말자괴감도많이들었고요아마보시는분들은즐거우실것같아요하지만야이게그런퀴즈들이 TV 에서보는것만큼그렇게긴장되는상황에서는여기까지하겠습니다예더재밌게즐겨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在 Super Junior 成员中，圭贤是唯一还没有服兵役的成员。被问到有没有压力时，圭贤表示：제가 Super Junior 멤버중에저만남았거든요이제다른모든멤버들이군복무를하고있거나전역을했고저도아마올해안에이렇게잠깐어디가로아시청자들과잠깐이별을구할것같은데딱히다들하는거고당연히해야되는일이기때문에부담을갖거나뭐조급하거나하지는않고요